第二十三天，远离不良习淫。主啊，我祷告求你，使我的孩子不沾上任何习淫，特别是烟酒或药物的习淫，使他在你里面刚强，吸引他更亲近你，使他能让你掌管他的生命，对他的心说话，指示他走当行的道路，帮助他明白服侍你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保护身体，远离任何会毁坏身体的事物。我祷告求你阻拦撒旦享用烟酒或药物毁灭他生命的任何计谋，拿去他会受诱惑的任何性情。圣经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，赐他有明辨是非的力量，能向一切带来死亡的事物说不，向一切属于神并带来生命的事物说是。愿他一遇见试探便能清楚看见真理，一落入陷阱就能脱离恶者得蒙拯救，使他凡事都选择生命。愿他单单对神的事物上瘾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使他对身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成就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